那一次的楼梯啊，上上下下不上应该有20次。真的吗？有，辛苦。对，他每个镜头都要。就像连我背在上面哦，可能带不到我，带得到我丈母娘的脸，对，我还是要一直背。在当下，我觉得重要都不是拍摄，是安全性。嗯，就是我们要顾到，摄影师会不会安全？对，我现在背会不会软脚？